名讲师谢坑荣坑力谈养生。他吃鱼一路一定要挑，稍微挑好一点的鱼，深海鱼。这个鱼肉我知道。贵是贵啊。对啊。那我们自己要吃的啊，你讲火锅是安尼骨掉嘛哈。你们假如说像青菜、叶菜类，你下去太久的话，都会变黄黄。对对对。对啊，那个这营养素都不见了。对啊，我都看你刚刚那两三道菜，那个青菜都很看起来。对啊，都有算时间的了。嗯，算时间时光一斩一光采，哎，什么菜他们用瓦固啊，哎，那个几分说保持它的养分，我就当场表演给你看了，你就知道怎么弄了。怎么弄我不要，怎么我不是火锅嘞？不是啊，不然你怎么放在？你没有看健康节目，那我叫他做的。这个很好吃啊，这个很好吃。对啊。哇，你这样就营养不错了啊，这样就不错了。你叫他吃饭了，你先给我算，等一下再吃。我怪你，我算了。他说七八样，我说怎么十几样都有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有吃饭吗？有啊。你们吃白饭还是吃炒米饭还是都有？我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还有吃黑米。哦。我好黑米。哦，我怪你啊，小马瓜都够吃。对啊，够红奶。他的比较多，我说你是瘦起来。哦，所以你不一样啊、哦，你们吃的都不一样。一样啦，一样都吃的。哦，工业变化不一样。有时候用他手机照，有时候用。哦，那不错哦。嗯。我们颜色有七种颜色嘛。啊，对啊，七色颜色。你不管那么多食物给你用，你就必须。那你鸡，那你那个肉要怎么用？肉，比如说鸡肉，你要怎么用？好，鸡肉就煮一煮，烫一烫。穿烫，真的是很好吃，我看起来。要穿烫吗？鲑鱼，对呀，鲑鱼啊，对呀，鲑鱼很好啊。啊，你看，这个蔬菜都不大一样。对，挨着洋葱啊，挨着洋葱也是非常好。这湖南啊，吃洋葱，这红梅啦，嗯，这红萝卜啦，这鲑鱼啊，这鲑鱼，哎呀，哎，对啊，赞啊，是赞。啊，这旁边也好。也好，对，有的时候你们吃饭。有哦，这个饭哦，这个饭呢还不错哎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纯黑米。莲子吗？应该是莲子吧，好像是。是不是莲子？没有这个。这个圆圆的这个，莲子是不是莲子？对对。啊，你煮一煮都忘记了。对啊，那有时候鹰嘴豆啊，有时候莲子啊。哦，那你们吃的很养生，真的也很营养哎。哎呦，对啊，有时候蓝莓啊。哎呦，而且安吉素老高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们这样吃，然后吃菜，这样就够饱了。是哦，哎，都够啊。我都说吃的太撑了。啊，你老公早餐都用什么？早餐，我那早餐炖好了。好嘞哦。哎。全脂牛奶。啊，全脂。全脂的，纽西兰的啊。是啊。全脂的。嗯。我不添加的。嗯。还有麦片。嗯。那纯麦片。嗯。还有。姜黄，嗯，熬的姜黄，姜黄粉，一九三十，五色梅红萝卜，不玩那些。我问你这我先问你啦，你等下讲，你这是你煮好你放放的，还是讲你阿拉用？哦、我意思讲你是放放的来煮，还是讲你煮好你后再分掉一点？有的不好煮的，你要先煮。哦，啊，这个份就是你的，你要吃完了。还是说你们两个要吃完？对啊，吃完了，就是你们两个算吧。对啊，我们吃饱也不会说哦，我饱得很饱。你看他那个也不会黄黄的。对啊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是肉啊，这个是鸡吧？鸡对。不知道哪个部位，我是不知道了。对啊，好多是好多肉了。啊，这个哦，你要木耳，啊这个哦木耳。木耳不是猪脚。猪脚。哦，是哦，啊、所以我们晚上、欸、我们吃的都很多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可以像他这样来吃呢。当然可以，要靠你啊，要靠你啊！当然，我在吃的人高兴啊。不是说靠你啊，不是说靠你。你看起来就是对呀、啊，你好吃啊。无所谓，不要当真。我这个不行了，我先要先弄起来，因为你要先清的。哎呀，我连煎起都不会咬。先夹起来，哦，夹起来，嗯，哦啊，那你这个都是穿烫的就对了，哦、是这一锅慢慢切的，穿烫的。比如红萝卜，我先
煮一下，然后捞起来。红萝卜比较没关系。好、哦，那那青菜的、哦，那比如白木耳，哦、那那、啊、洋葱也没关系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哦，洋葱洋葱不能煮久、哦，我知道。氧化废的煮掉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啊，你们有喝汤吗？洋葱可以生吃，在里面就有汤了。里面就有汤了。不用你两个人，你不用太多汤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，就是抓你们俩。就不是火锅汤啊。我知道，哦、因为没有汤，没有很多了。鲑、哦、鱼啊。鲑鱼，食鲑鱼食真好嘞，吼、哦，这种食袂歹哦。还有虾，有虾啦，虾啦，所以很营养。山里面都很营养，按照嘛。我刚刚他讲的什么？我们有麦片，有杏仁粉，有芝麻粉，有杏仁粉，有。所以你们不会吃吐司那类的。啊、你会不会吐吐司啊？没有，没有吃那个面包，你不吃的了。没有，我们都馒头，我去买那个全麦的。哦，全麦的，对。但是韩国人把小广东人包装出很久了。啊。韩国人、山东人靠近山东靠近韩国嘛？嗯。山东人馒头就是纯的，麦片一颗12块嘛。嗯。11颗120，200号100号。120了，11颗嘛，对不对？我都是进来是只有他那一间嘛，是全麦，全麦的馒头。放那些我们那个外面我们、啊，然后你馒头蒸一个，我替人做了全麦，然后一个白子蛋、啊，一定有蛋，对，那个馒头就清，嗯，好吃一般。哦，这个真的非常养生哦，那、嗯、你们这个，我要养生哦。你看花一点点小钱，为何不对自己？对啊，这个真的呀，这是你们的。有问题啊，我看到你看到你。嗯。那我可能，我可能要跟你们走。你们住在哪里啊？板南路。你中和。